大锤，能不能玩一下我做的关卡 ID？ 没问题，今天大嘴就随机挑战小粉丝的关卡，小僵尸们森林支持一下我吧！美将计，哟，标题挺有意思呀。老大的三大姑的阿姨来了！哇！这关的僵尸全是女的，难怪标题叫美将计。看我最强小鬼消灭这些僵尸！ 老大，香水僵尸来了！啊靠，我的植物呀！只有一个芦荟医师，上路的植物都要被吃掉了。No! What? 怎么还有近卫巨人呢？说好的美将计呢？下一个关卡，解压关，来自这位小粉丝的投稿，我看看啊，你跟我说这是解压关？我信你个鬼！哈哈，是，素晴らしい。这位小粉丝的投稿关卡太多了，我就随机选一个吧。What？ 关卡名字叫小黑子。你干嘛？哎呦！老大露出犄角了吗？这么多的药水。 进来了！ 这就结束了，好吧，那这期粉丝投稿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